来玩这款游戏《致敬团维特兰特》。服务器哦，来一个啊，随便一个吧。新服还是旧服啊？看不出来，反正是近期推出的游戏啦。前两天下载的。哦，剧情呢？我们跳过啦。有烦人的家伙，他战斗是回合制吗？还是即时战斗？欸，是动作 RPG 欸。啊，我不明白，我真的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直向？然后你看哦，左下方我的大拇指要操作键盘，右下方我要用大拇指。你这样子，如果玩家的手机小的话，你要用两只手去操作一个小台的手机，而且又是直向的，卖脑啊啦！除非说可以自动战斗，你就直接挂着打。跟你们直向怎么？是反击哦！哇，那我是不是在等？干，这还让我打技术欸，有事吗？这边是不是要跳过一下？对啊，解决。看起来有点不太行嘞。啊，召唤！一心角，想要看一下邮件送什么？队伍设置，现在还不行了。好啦，继续进入两位角色了。新妹子，这一款好像也没什么在打广告欸，就叫默默推出啊。但是它还是有简体中文啊。啊，可以开自动了。还可以放技能欸，还可以切换角色欸，然后把技能用一用，做得还不错啦。其实哦，好猛哦，我把右边那个巨人也派出来，他直接开招欸。哇，那什么杀猪刀哦，好猛哦，有吓到欸。这样子就 OK 了啦，不用打技术啊，你开自动就行了，还可以哦，没有太刁难。这边是装备成长，角色升级都在这个地方，穿起来进行强化。进行升级，我发现他教学有点拖啊，太慢了。初学者任务，这边是领奖励的。好啦，活动也叫差不多了，我们回到首页。首页我们要看的就是邮件，感觉给好少哦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他转圈圈嘞，图鉴任务都没了，召唤可以借抽一下吗？
看广告一抽是160，好烂哦，太抠了啦！拿到一个装备，200嘞？啊，这游戏该不会……哎，这没诚意耶，这个不要氪金吧？一点诚意都没有。排名的话，看起来像全球同服的，都是韩国的。就是无氪玩一玩而已吧，那福利好差哦，没有付出怎么会有收获？是不是？你没付出没有收获的啦，啊，都想要包赢了，那么好的事情呢？好了，那我体验完就卸载了，我也不会继续玩，这是我无声的抗议。可能福利给的太差了啦，那开服好礼耶，你就搞不好开服这一次而已耶，结果你就这样子对待，开服送至少送个10连抽吧，你该不会又相信破坏平等了？平等还没破坏呀，游戏就是已经先倒了，你知道吗？太脑包了。好了，战斗结束了。例会还不错了，哎，看起来好像没有 Life 二 T 那些哦。接下来就是不断的推关了，一至四，没有其他角色啊，有啦，第三位。好，这次派上阵了，看一下纸箱人吧。纸箱全集，右方点头像就可以换角色了。技能，杀猪，这个杀猪刀好猛哦！如果其他角色那就好了啊，没有其他角色太可惜了。BOSS 来了，好了，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